浩明，重建我大楚的光荣。葛润东，用你们的利剑杀！段奕宏，是谁给你组织的？是沛公。秦岚，那小医生怎么杀人的？李一晓，你就只想为王吗？霍青，不干就得死。杨立新，平天下。孙海英，耗资2亿4000万，战争场面震折人心，楚汉传奇。